好，老师讲解刚刚的故事，我们看完了。Today i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好，today 今天嘛哈，然后小朋友你要记起来呀，哈，端午节怎么说？Dragon Boat Festival 这三个字，那老师讲过哈，这个节庆是专有名词，所以第一个字母都要大写，好。Hooray! We can eat 粽子! Hooray！这个也会啊，哈，万岁！哈，小朋友好像都喜欢吃粽子，哈，老师也是啊。但是小朋友，你吃粽子啊，一定要注意哦，咀嚼要，啊，怎样？咀嚼要好哦，好，你要咬细一点哦，不然这个 stinky rice 就是糯米呢不好消化，哈。好，然后谁到他们家来了呀？Owen and Irene。啊，那到人家家里还带了小礼物，好可爱的 Sashi 哟，小 Dino。Happy Dragon Boat Festival！哦，小朋友这句话你也一定要会呀，哈，就多一个 Happy，什么意思？端午节快乐嘛，好，前面再加一个 Happy 就变成端午节快乐，好，祝福人家的话一定要学起来。Happy Dragon Boat Festival！This sachet is for you. This is for you，好，这以前学过。This is for you，这个是给你的。那他再加一个 sachet 哈，This sachet is for you。Thank you. Go, go, go! 好，go go go 是去吗？不是哦，go 这个字有两个以上的意思啊。那这边是加油，加油，加油，哈！所以呢，小朋友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啊，或者是你看朋友比赛呀、啊，给他加油，就说 Go Go Go！啊，还有我们现在呢，大家都在加油，对不对？哈，都在抗这个 COVID-19，哈，我们都在防疫，哈，加油，加油，Go Go Go！The egg is standing. Look, the egg is standing。哎，这个蛋正在站呢，哈，is standing 正在做什么事情？正在站着啊，哈。Wow, amazing! Amazing，还记得什么意思吗？Amazing，称赞人家怎么样？哇，做这个事情真是令人赞叹，哈，很棒，令人觉得很惊奇，哈。Let's watch the dragon boat race. Let's watch，好，让我们来看什么嘞？The Dragon Boat Race，好，让我们来看龙舟竞赛。好，watch，watch TV 的 watch，好。非常的有临场感哦，对呀、啊，你看那个龙舟赛，你都会觉得哇、哦，很刺激呀、啊！看谁，看哪一个龙舟队伍呢，抢到了前面那个立在水中的旗子哈、哦，非常的刺激哈、哦。哎，小朋友有机会应该要看看啊哈、哦，去现场看呢，其实反而还没有看电视的，那个电视会把镜头拉近哦，哎，现场看可能很远呐、啊、哈、哦，看电视还比较刺激。好。啊，那小朋友，这个 festival Dragon Boat Festival 呢，除了记这些单字之外，那四个单字之外，老师提醒你哦，你也要记一些句子。好，希望你记三句话，好，注意三句话，一定要会哦。Focus 就是要你要特别记住哦。We can eat 粽子。哎呀，这个简单呐、啊，我们可以吃粽子啊，这个简单。第一句Let's watch the dragon boat race.，Let's watch，让我们来看什么呢？让我们来欣赏什么呢？The dragon boat race，所以这个句话也有包含我们要记的单字啊，dragon boat race。好，让我们来看龙舟赛。那还有第三句嘞，猜猜看。
课本没有列在这个 focus， 可是老师希望你要记起来。这个嘛，很重要的啦。Happy Dragon Boat Festival。对呀，你要祝福人家怎么样 ？Happy Dragon Boat Festival。好，端午节快乐。好，这三句要特别留意哈，你要把它学起来。好。